Welcome to San Shijai, a small kite shop on the outskirts of Nanluogu Alley. The shop has a wealth of intergenerational knowledge of kite making.因为我爷爷的父亲就是做风筝，讲要当时是专门做工程类的风筝，到我们这儿将近就四袋了。工程风筝呢，它不吝惜工时，所以它做工比较细，材料呢一般都是用真丝的去做，绢的。哎呀，从材料从制作工艺，都是非常讲究的。就是风筝它这个行业吧，分得很清楚，因为风筝就是制作工有粘糊、画放，最后一个才是放飞。我比较喜欢这个粘糊画放飞，这点做你不会放风筝，你放的不好，你做可能也不行。这么多风筝全都我做了，那几千也有吧。有些时候这时也不想卖，哎，卖没办法，为了生活嘛，这必须得卖。